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ichael with No Limits Lee. 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很有很特色的健身房，在外面，在山上，在台北。这个健身房是在健滩的捷运站附近。你要走到一个楼梯上面，你要爬楼梯差不多十分钟。And 我上次跟那个朋友爬上去，他就快累死了。So, 这个走那个楼梯到这个健身房就已经算是十分钟蛮高的强度的血液动力。我们今天是陪我两个很 talented 的摄影师 Ethan 跟 Jamie， 我们一起上去这个健身房练。And 这个健身房为什么很有趣？为什么很特色？就是这个地方是很台湾，就是很多人在这里附近在唱歌，很多比较年纪大的奶奶跟爷爷，他们都会在这个健身房练。那我觉得这里的人都超棒的态度，就是我没有去这个健身房很多次，可能三次吧，每次都有人在那里很温柔，他们的心就是很想帮忙，一起想进步大家，所以他们会问你说，哎，你有用过这个机器吗？我可以修你一下这个机器，你可以练到哪个肌肉。And 我觉得这里的人他们都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想就是去那里练血液动力。你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很多机器，我完全在美国完全不会看到。And 我觉得在全台湾也是很少会看到这个比较老气的机器，就是很多是 manual。不，我这个影片的重点，我想了解一个，就是一个 knowledge， 就是很多人他们想学习，想比较了解血液动力还是 training， 他们想加肌肉还是他们想瘦，他们都会问我，哎，你要做几组 ？And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嘛 ？But 如果我要真的告诉你这个问题，我要先问你一些比较多问题，我才可以了解你的目标。But 我觉得我给你这个号码，我说三个、五个、八个、十个、十二个、十五个，这个就是你没有真的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影片，我要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很一个重点，一个 core information。如果你有想问这个问题。哎，我要做几组？你要先了解这个 concept。所以这个 concept 就是有三个 variable。所以三个 variable， 一个是强度 intensity。所以如果你问我你要做几个组，我要先了解你的强度是多少。And then 第二个 variable 就是 volume。所以 volume 是量。所以你一个礼拜、你一个月、你一年，你是练你的血液动力有多量，有 how much volume。And then 第三个 variable。So 第一个是强度，第二个是量 ，and then 第三个是 frequency 指数。如果你想了解血液动力，你想进步你的血液动力，你想健康，你想进步你的命，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三个 variable。So 我很快就给你一个 example。So 如果我说这个强度，说我一次练一个 pull up， 我就累，我就完蛋了，做一个就结束了，这个强度就超高的。但如果你说，哎，你要做几组，可能做一个就算了，也不要做一个，我会说可能做到 50%， 做到可能直接用你的腿跳上去掉下来 50%， and then 就可以加 add reps。我 zoom out 一下，我现在已经show你很多很多这个影片，在这个很特色的健身房。And Jamie 他也有录到我，就是那太阳下去的很美。他一直告诉我，他说：“哎，你过来这里做这个运动，我觉得这那个灯光在那里很美，所以你赶快去那里运动一下。”他就把我录一下。不，对我今天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想进步你的血液动力，你要了解这个三个 variable， OK？So 你的 intensity， 你的 volume 跟你的 frequency， 这个三个都要平和，你不可以三个都拉上去，也三个也不可以拉下去，你一定要控制。你了解这个三个 variable， 你的血液动力就一定会进步。So 如果这个影片有帮你的忙，还是你想看多一点血液动力在台湾，你可以 unlike， 你可以写一下你的想法在下面。如果你有来过这个健身房，还是你觉得有其他的健身房还是公园，你想我去那里录血液动力。And 如果你喜欢看这个影片，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最少一个，有时会两个新的影片在 YouTube，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subscribe。对，如果你按 subscribe， 我会很谢谢你看我的影片。
So 希望这个影片会帮你了解学习动力。So until next time, thank you.